左水溪，左水溪的嘛。对。左水溪湖道艺术馆前上吗？上来。长虹的一半过来这里，长虹一半过来这里，一半一半过来这。对，你也行。来，我来。过来，长虹一半到这里，这边。来，长虹的，来去表。我们站一个位置小模，好不好？位置小。来，靠中间一点，靠中间一点。老师就把笛子哦当成是兵器，好不好？啊，管定加管多，代表正义，代表正直。过来，今晚哦，来今晚，长官贵宾哦，退后一步，退后一步。来，这个周世祥师傅，来你比一下姿势，把个对立比。来，请大家跟着钟师傅摆个姿势。阿星，边起哦，行起来好哦。过来，来，啊，康秀的哦，比一下车文明还是啊？是要比安那来？黄飞鸿，我比安那来。好，看前面喽。哇，看。好，来这样子喽，看前面喽。我来讲安居乐业，大家讲幸福云林。不，大声一点喽，看前面喽，安居乐业，幸福云林。站，好，来看左前方这里，看这里的镜头，看这边喽，安居乐业，幸福云林。好，看右前方的镜头，看右前方的镜头，让每一位记者都有最完整的画面。看右前方的镜头喽，安居乐业，幸福云林。好，正前方的再看一次，正前方，那个蔡维斌，来这边，好，看前面喽，安居乐业，幸福云林，湖围赞不赞？赞，湖围棒不棒？赞，云林好不好？好，非常好，谢谢。现场正常，请留步。周世祥师傅，请留步。其他贵宾同学们，请回座，继续观礼。谢谢。谢谢。邀请县长哦，致辞跟鼓励加油。谢谢。各位同学们的话，谢谢。好，谢谢，感谢。好，管定乡地署。啊，我们为你们编制鉴定啊。修养。
福林关是一个古树专台湾的重镇的地方。古早人咧讲，讲会当过西溪，会当过乌龟溪，可见得咱地方人也不但是讲咧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团结啦吼。啊，遇到一个大件来侵的时阵咧，咱拢会当啊团结一致，啊而且咧，咱的古树拢非常的高调。你这种讲话人，这种真实的，希望咱化成现代，去带动咱社会，带动咱国人进步的一股力量。我伫遮地方所，啊，咱的古水会表示最好的敬意，也来祝福咱在场所有贵宾、爷爷、父母，都会当平安喜乐。多谢各位，感谢大家，感谢。谢谢，谢谢，感谢馆长，台湾第一勇。昆明馆长李进勇，今仔日百忙当中啊，来参加着虎尾中元节故事节，希望咱共同行着馆长李进勇的脚步，共同来创造昆明好前途。谢谢，感谢馆长，谢谢，谢谢会长，谢谢馆长，谢谢，谢谢。我来说一句吼，插播一个吼，伫舞台正前边，音乐头前对面有一台普达轿车5722Q3，这台车主是啥物人吼？伊的车辆。一方面吼，停个地方可能会被开红灯。第二点，你的车撞到歹势大汉，这位妈妈后头歹互你撞到啦，不是啊？哦，不是，好啦，我当作是你的。你的车吼，警察在要开红灯，赶紧开走。第二点吼，有一位小姐也后头歹互你撞到，看袂出哩。5722Q3，哦，大哥，歹势啊！谢谢，拍摄拍摄哦，谢谢哦，还差别开大呢，大嘞大嘞大嘞，这这地方表演嘞，这表演这表演，今天你手会看卖几多吼？有咯有咯，我今天先表现，不然大哥拍摄啦，不然继续来。东方国小，请上台。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那么记者朋友啊，也请镇长林文斌，咱那边联访哦。有记者要联访吗？不吧。谢谢，感谢我们林校长哈，谢谢，还有我们主任哈，带着小朋友来表演。Yeah.
接着是我们的伦贝国小，伦贝国小，谢谢廖老师、廖主任，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表演。
唱哦，你可以讲诶。可以，谢谢。哎呀呀呀，棒棒棒！哎呀，真的是惊艳到了极点啊！不愧是幽灵之风，台湾之光，走在路上风风光光。谢谢漂亮武艺精湛的徐雨珍带来这么精彩的绢花飞舞舞蹈武术的这个传统舞蹈的表演哦。哎，我来甲看哦。诶，这个武术唔系当结合传统舞蹈诶，听讲嘻哈爵士嘛，对哦。安尼我看咱即卖咧换一个吼，去甲看咧。诶，武术搁再加上嘻哈爵士。嘻哈爵士融入武术在里面，可以说是今年度的创新舞蹈。那个你俩去下步吼，他在讲我们。啊，实在是厉害！我看他这跳舞，人家都叫自信心，非常的具有自信，对他将来人生人格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